哥，哎，这钱真是你的？好啊，死性不改，你就赖吧啊！没想到你污蔑赵哥，更重要的，你是污蔑了赵哥的人品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咱也别过了，离婚！哎，弟妹，别，那钱，你赵哥的啊？这咋是我的呢？咋就不是你的呢？怎么可能是我的呀？找我呼你大嘴巴子！你干啥呀，媳妇儿？他俩要离婚了，替他扛着呗，快点的。哦，媳妇儿，啊，我的2000块钱是我的。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一打就招了，是你赵哥的，别生气了啊！别生气我的啊，我的。对，赵哥。哎，没想到，你也是这种人。是，我也没想到，我咋是这种人呢？你说这以后我还能相信男人吗？哎，不对呀，赵哥，那你的钱你放我们家小王那儿干啥呀？啊，对呀，我放小王那儿干啥呀？是啊，你放他那干啥呀？我愿意咋的？我愿意不行吗？弟妹啊，我跟你说，情况是这样的。那天呀，我们发奖金，正好我休息，我就让小王帮我把这个钱领了。这不这两天挺忙的，还没来得及管他拿呢。啊。哎，不对呀，发奖金了。对，2000块钱吗？赵哥，我明白了，那这2000块钱是你的。对，我的。嗯。媳妇儿，那奖金你没给他呀？还没来得及给呢。哎，但是媳妇儿，我可不是想藏钱，我想帮你攒着，等攒足了100万，我一起给你，显得大气。是啊，还是为托咱俩，你同情他的。那这么说，我还得谢谢你们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疼不疼啊？啊，不疼，一点都不疼。把东西拿出来吧。啥人呢？你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还有道具啊。哥，总归受不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们看到了我温柔的另一面。不用贫了，继续。啊！钱藏哪儿了？交出来吧。哎呀，隐藏的挺深呐。还有1000呢。这鞋挺高级呀，既能增高还能藏钱，哪儿买的？什么哪儿买的呀？啊，这不自己改装的吗？哎呦，这挺有创意呀、啊！这回还有没有了？真没了。媳妇儿，我今天当着大伙面发誓哈，我要是再藏钱，你就大嘴巴子扇死我。媳妇儿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呗。弟妹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小王其实挺好的、嗯、啊，人是个老实人，是吧？你这样，你就看在哥的面子上，再原谅他一回，行不？哥，那我再问你一句啊，这钱真是你的？我的。你没替他顶缸吧？没顶。嗯，行，哥。哎，我再相信你一次。谢谢。看在你的面子，行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回去。哥。啊。我回去了啊。哥啊，我怎么觉得我媳妇儿挺信任你啊？我觉得也是。别跟着捣乱，信任啥呀？弟妹以前是信任我，这回帮你顶了缸以后还能信任我吗？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跟媳妇儿藏啥私房钱呢？啊，你就是藏，你也不能让弟妹发现呢。说啥呢？我是说你不能藏私房钱。对、啊、以后可不能这样啊。对，来，把钱拿着给你媳妇送回去。行啊，拿着。哎，哥，这钱不是我的，你的。你这人，你都走了，媳妇你咋还说瞎话呢？这是你的，刚才我不过来换衣服吗？
回去我就发现衣服兜里多了2000块钱，是你把钱放我兜里了。哎哎，咋回事啊？这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哥啊，我是不是话说多了？那个不好意思哈，但是现在这情况，我也没法替你顶杠了，我先走了哈。哥，哎，护具给你留着。一会儿用得上。